我想聽咩啊？得得得我想聽，我想聽我先嗰首啊！我先嗰首咩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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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大公報社評：特首選舉投票仲有五日，反對派同個別建制派人士話候選人揀唔落，提議投白票留選。梁振英同陳英儀並唔係完人，喺參選過程中俾人睇到缺點，但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同埋基本法，喺服務港人社會嘅決心同能力上，兩個人都可以稱得上係稱職同理想嘅人選。《星島日報》社論：民調顯示，更多市民支持留選。問題係重選仍然唔夠得三名候選人，唔會有黑材料滿天飛。市民同選委要期待候選人嘅缺點，不如諗下未來五年香港朝邊一個方向進發。呢個唔勁係咪啊？候選人嘅理念符合自己嘅目標，邊一個嘅政綱同埋能力，更能夠帶領社會朝自己嘅方向發展。咩嚟嘅喎 ？exercise 啊！誒，同工點做 exercise？ 同工點做啊？最近嘅四日遊包括來回直飛同香港公園門票，一日要1899港元，包括去名牌手錶店、珠寶零售店購物。記者打電話查詢，旅行社話暫時唔出團。好。扮跌啊！傻豬。拜拜。